摸，对啊，不要摸他耳朵、啊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摸，他全身上下都可以摸。真的，我脸上，哎，那耳朵觉得他的皮，他的尾巴应该不能摸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咬的那只狗，它因为它很怕冷，所以说它别开了尾巴。来，继续摸它一下。你不要怕它了，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。它的尾巴好好玩哦。它喜欢我们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它耳朵有摇动的话，好像就喜欢。对呀、啊。高兴的时候。好好玩。它干嘛看着我？我哪知它是找食物吧。